像我的话呢，夏日美肌关键就是抗旱啊，对，像我也会带小朋友去华山啊，或者是去阳明山野餐。然后我个人跟欣美姐一样，我是那种也是真的坐不动，我是那种手滴汗、脚滴汗、背部滴汗，更脸部更不用讲，而且特别是我的人中跟我的这两块会大流汗。还有个地方也会流汗啊，哪边？你说说看啊。乳沟这个地方，这里对也会，这里也会流汗。对，那我平常其实上妆的步骤就是我会先一个化妆水、保湿，然后防晒跟 BB 霜，然后再盖斑。对，因为我就是我的雀斑，因为我平常就是也没有在认真的防晒，所以导致我的雀斑跟痘疤的斑非常多。那有时候如果再补上去，再盖斑上去的话，又加上流汗的话，就整个妆是山崩，对，就是整个大山崩，对，就像奶昔这样子，对。这好难哦，好棘手，对啊，就好棘手。我觉得只要好像容易，我今天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也还好，但我觉得你就不要化妆就好了，对啊，因为你可能化太厚了，会不会？但是因为我那个斑很明显，涂防晒明显。嗯，真的有时候对抗脱妆就是不化妆。但如果我要上化妆，就不会有脱妆的困扰了。对，那这样讲话很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这真的很难，就是你涂任何东西，它完全不掉也很可怕。对啊，对，它还是要能够卸得掉嘛。可是针对集会的问题，我觉得它是要先把防晒选一个对的防晒，然后呢再选择一个可以在流汗的时候不会被冲走的好的帽子，粉饼。哦，粉饼，对，粉饼，对，谢谢老师。就如果他涂一些，我们很会出油、很会流汗的人用粉饼，对啊，这样不会更不是因为很割哎。所以有些人我吃到一个粉饼，它是碰，它是会敷上去之后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会形成一个膜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抗汗、抗水、抗油。然后我帮齐慧推荐他的防晒是这个医美开的。哦，我知道这个好用。对，这个不用想，就是。可是这个要用到一定的厚度嘛，它不会，它不太容易怎么讲吸收。如果你厚度用的不够，其实是不够。对，所以它一定要用到一定的量，对不对？对。等我们大概让它干了以后，它就会好像有一层粉在上面。哦，我用的这个它是最新出的一个颜色，是它之前有无色的，还有一点润色的肤色，然后这是最新，它是有点带浅浅的亮粉。哦，你可以涂在手上给大家。带亮粉要干嘛？没有，微微的浅浅的提亮的效果，等于是它不是珠光的亮粉，是它有点偏白粉色，所以它会让你的暗沉变白。对，让你的暗沉比较不会那么的严重，对，它有一点点润色的效果。比如说我们和齐慧现在的。对，它斑点真的很多。对，我斑真的很多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擦半脸。皮肤很好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很多痘疤。就是擦防晒。因为现在有带小孩的都很懒得化妆。真的。对。然后像轻轻把它涂上去，它会有那个润色的功能。对，有真的耶。有上妆的感觉。对。就是。而且它很保湿。对。它等于就是说，让你的皮肤不仅不会晒红，也不会晒老，也不会晒出黑斑。对，它等于是 UVA、UVB 非常完整的，可以做保护。等于是说，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夏天要防晒的话，这个品牌我觉得是还蛮推荐的。你这样看起来皮肤就亮光泽，对，很有女性的感觉了。这也是有睡饱，对，有睡饱，没睡饱。对，好，然后再來我们就要用粉饼这个。小小一颗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然后它就一个颜色，它就一个颜色，所以所有颜色都是适合用，就是大部分女生都没问题。你说，这个品牌它只出这一个颜色，这个粉饼，这个防，它不管你是皮肤的肤色，对对对，因为它算是做的有点半透明哦，对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会帮你提亮。像我自己试用，我也是很黑嘛，我照用 ，OK， 所以而且重点它就是。你出油流汗，它就比如说你去用水或者水滴这样流下来，它就是不是那种会溶解的那一种。哦，对，这个是防水的就对了。对，防水防汗。啊，就这样把它这样轻轻拍上去，很方便。对啊，你是针对你有一些出门。可是我想请问你啊，我们去买现成的这种粉饼，对，有一些粉扑啊，是像海绵一样的。
有一些粉扑是毛比较长的，对，绒毛要绒，它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好，有的是海绵，代表它是呢比较可以扎实的打底，它是属于有遮瑕度的。嗯，那绒毛那种它是比较像蜜粉，它是比较轻的。哦，比较薄。那有一些是长毛的，就是对，好像小时候我们在铺痱子粉那种，对对 对，那种粉扑要搞。那是蜜粉的，那是铺粉的效果会比较薄透。哦，然后海绵的铺粉它会比较厚，比较扎实，比较可以遮瑕。哦，对，所以不同的材质的粉扑也会影响。所以我要遮瑕的话，我就要用越海绵。哦，海绵。然后如果你只是要补妆或者只要很厚的，就用长毛的。长毛的，对对对。老师好会解释。嗯，所以他才叫老师啊。好，你看哦，像额头啊，看一下，可以看看你的额头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老师说，哦，好了，算了。好油哦，很油对不对？好，很油哦。直接来。盖一下。哇，哦。立马消光。对啊，立马是拍抖音，马上柔焦。就是你看到他这边的脸，就是夏天会很粉嫩，真的耶，很清爽，然后重点是会透气，嗯，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小花猫的脸没了。对，那些斑斑点点有没有？就变得比较不那么明显，对，修饰掉。而且老师，我你擦这个，我是不用再上一层粉底，对不对？就直接这个就很清透。不用，你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超方便，适合妈妈，很适合妈妈们。防晒够了，然后基本的保湿。可是你刚刚讲一个关键字哦，他流汗都不怕。流汗。不用太怕，对。你要喷它吗？我们来喷喷看。喷它，好啊，可以哦。喷脸哦，好，没问题，请来吧。可以哦，嗯。哇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它压掉。就是呢，你用这种比较抗汗的底妆，你在补妆的时候，你只要用面纸稍微轻轻的把你的汗跟油吸掉。嗯。就是你把汗跟油吸掉之后，你的皮肤。好像没有掉哎，而且你的眉毛，你的脸还是亮的。对，这是我的眉毛，一点点眉毛掉了，眉毛掉了，但其他没掉。好适合游泳哦。对，你说对，海边也很适合。那还是要拍照，脸上不会是就是对蜡擦的啦，对，就是要把油跟汗压掉，你就是。流汗的人注意，就是你只要都是用压的动作都没问题，你不要用擦的，不用的，那基本上你的底妆就会比较容易待在该待的地方，这样不用补妆也会比较新鲜，还是很美丽。对，谢谢老师。只要有一瓶润色防晒，加上有防水功能的底妆，流再多汗都不怕，依旧保有清透的妆哦。